在六日的胖阿霄当中，后背米的相款幸福馆正式开用了。当初大力的支持这项计划的馆长苏立芬，以及后背店长林文斌，也来到现场亲自见证。阿咱相关协会干部是真希望大家吼，伫即摆会当甲做成功，因为吼，我们算可以尝试讲，咱后背吼拍个一旁的店。啊，如果我们这个协会伫咱的下顶来店，那就要成功。第二个协会、第三个协会吼，就会应运而生吼。有这样的店，有这样的特色。啊，来营造哈，啊，大家做回家，我相信哈，这个经济就会带动起来。同时，我们期待的也是希望把永续啊带动起来。相关要和社区同款，成立有地方代表性的生活馆，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大人囡仔用跳舞音乐来庆祝，真侪贵宾嘛特别出席，鼓励协会成员的热心和努力。相信也被他们感动，觉得说他们的努力、他们的付出值得呢。我们在地的民意代表也好，行政机关也好，全力的来支持。为着要让咱好卖诶，这个商业更加旺旺，所以这些商圈的成员呢，他们积极的投入啊，那么在各方面都有很好的成果。位置商圈内面的幸福馆，放了真侪好买的特色商品。协会要让家不只是电视馆，更有生活快乐的其中。属于自行，好啊，较有特色的哈，咱伫生活馆展现。然后呢，我们就由咱的要个办发表会，好、哦、啊，咱个发表会就由咱家的人吼，啊，遐专家。还是讲达人的心哦，一个好味的美食，还是特色的产品的心，咱的生活馆内底，咱也当做一个功能，啊，咱个推销出去安尼。伫无营造心理以外，阁爱来思考要安怎好相关含消费者拢幸福。虽然这样代志无简单，但是为了开始，好味的美丽都有机会更加发光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